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Q Mini 的 U1 快充式无线离子夹。大家有看它的颜色吗？是粉红色樱花粉。我个人觉得这颜色反正很有质感，不会太少女，又不会太过桃粉。那我来跟大家介绍它的就是功能还有它的特点。它是无线的快充式，所以它这边有一个充电孔让你可以充电。这一款呢，它如果正在充电的话是没办法使用的，你必须充饱电才可以使用。那它这边有设计就是充电的图案，如果你正在充电的话，它会显示红色灯，充饱电使用打开它是显示绿色灯。那它长按就是打开，这边会亮绿色灯。它这边设计有三个温度，180度、200度跟230度。要切换温度的话，都是按一下就可以切换。那如果要关掉的话，也是长按。它还有一个设计，我觉得很棒，就是它有安全的扣环。像我现在没有使用，我是把它往下就是把它锁住。如果你想要就是使用它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往上推开，它就可以打开可以使用。它这一款因为它是无线的，所以你充饱电就可以带出门，很方便。那它设计这个安全扣环就是让你携带很方便，也不用担心它会卡到东西。它这个有附一个套子，只要把它放进来你就可以带出门。大家的包包通常都比这个还要大，所以你这个直接放进去，它又不占空间，带出门也很方便。